的形象都有在台湾跨年的时候办。今年都在。哦，我们就只是绕过山洞。三角点还有0.5K， 后天岩在一公里。啊，因为有猴子在上面跳来跳去。你被抢过？我被刀了。哎，猴子凶吗？你有没有直接咬那个猴子脏话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它这边步道每过一段都会碰到铁路，所以如果喜欢铁路，感觉可以了。对啊，应该是沿着这边继续走了。我们刚刚从樟脑寮车站这边，然后走过二号桥之后，会到第一个那个铁路的交汇点。然后第二个，然后我们继续走，走到现在是第三个。铁轨是走吗？不是，是走这边哦。然后要往上去。这边不能走，会被罚钱。哎，走这边。走被罚钱的、哦。对，这边走铁轨被罚钱了、哦。哦，谢谢。所以就是沿着这条走就到方天岩了。对。现在下去车站了、啊，这边不错哦。没关系，我先跟我朋友汇合一下，他们先到了。第四个跨越轨道的地方，然后再往上走380公尺，就到奉天岩了。走，跨。这个情人果呢？这个还好。阿弟有加我白瘦吗？吃个忍不住要吃冰淇淋。你本身爱去车站，无多爱去奉天岩的。哦。试一下手的。啥？要怎么试？我那个高嘞，真的吗？也没高，也没高。你快点讲讲先。到了。给别家。我在。到了。人超多，完成，吃饭。
哇，火车，哦，好大声啊、哦！哦，好大声啊、哦！好大声啊、哦！OK， 下山。这是刚刚那台吗？对啊，是刚刚那台。停！要不要拉一下？回程的路上再捡一个小百岳。小百岳。